这个节骨眼，很多人居家都想喝点茶。那这个最近挺火的金银花人参桑叶茶，今天推荐给大家，囤着囤呐，抢也抢不到。其实你就喝点对的养生茶就可以了，食材就是这些：百合干六片，藿香三克，胎菊两克，蒲公英根三克，甘草三克，白芷两克，橘皮四片，金银花两克，葛根三块，桑叶两克，人参片 1.5 克。食材就是这些，懒得出门搭配，可选择搭配好的哦。全部放入养生壶中，加1000毫升左右清水，11味原材合理搭配，适合大部分体质还不上火，一次煮10分钟即可。你看着金黄的茶汤，可以反复煮至无味哦。男女都可以喝，但是女性经期孕期不喝哦，不用喝太多，1周3-4次就可以啦。一杯好茶，静下心来的陪伴和安全感，来试试吧。